可以吗？好，我利用你的手做一个惯性的摆动，你看看啊，很轻松，很温柔的做，很轻松。哎呦，这个石头很讨厌呢。对啊，石头好大颗哦。出去，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左手把这个石头拿掉？很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今天高姐的黄金在哪里。哇，你好多黄金，有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有吗？你好多黄金在哪里？为什么看不到？啊，有啊，你瓶子打开，瓶子打开，放在你面前，放前面哦，棒。左手拿盘子，右手放旁边，右手放旁边，我帮你把它拨进去，这样子做，你会不会做？回答我，会不会？会，很好。第二次给你做吗？那我再变一个小魔术给你。哎，还有没有？还有，你自己把它完成可以吗？好，交给你了。哇，好棒哦，弟弟，好棒，对不对？姐姐，我会碰到你的手，可以吗？